VIP package for the Reputation.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for being awesome, and I hope you have a great time. And I'll see you at the show. See ya. Hey, what's up? It's Anthony Lian, Andong Lian.今天呢，来到我们美国居家检疫的第45天，也就是一个月半左右。刚开始的前两周，其实外面就是几乎没有车，也没有人，因为大家都乖乖在家里面。但是经过了这么多个岁月，这么多的时间，45天嘛，所以一个月半，不知道现在外面状况是什么样子。今天就想要去外面看看，大家过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可以忍受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。长度，时间长度，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已经受不了了，所以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。Yeah， 等等顺路去看一下朋友，一个美国朋友，不知道他家还行吗？哈哈。All right, let's go. What up? Girlfriend who got a boyfriend. Shut up. Perfect. I should clean my car too. Yeah, you should. I thought it was Tay Tay.But it's not. No. 好，你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打卡拍照必去的比佛利山庄标志，目前空荡荡的，只有少数居民在附近活动。然后我们开到了 Santa Monica 海边，目前已经封锁，所以也不方便下车看看，有可能会被警察开单警告。然后路过了 UCLA， 但是我忘记这个是哪个门。这里呢是日落大道，是很多人的梦想大道，所以被称作为通往名望和财富之路。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电视电影宣传的海报，也有很多名人会来附近的酒吧喝酒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好莱坞大道，就是来洛杉矶的人都一定会来的地方，红地毯什么地方，大家明星会走的地方。现在呢，看一下这边。Cool, we should walk around, see more of this. All right.现在我们来到了，就是 L A， 也是一个很知名的景点，就是这个 LAGMA， 叫 LAGMA， 就是 LAGMA，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灯塔，很有名。
很多电影会在里面，然后很多人会来这边拍照。今天我们来到这边还是一样，很多人在这边拍照。 So many people are taking pictures here. It's a popular spot for sure. So people are just taking advantage to, you know, take pictures here. Why not? But they are not wearing masks. That's the point. So this is a police? No, she's not police, right?有人在管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家。Okay. All right, cool. Just walk around, see. 但这边绝对是一个人比较多一点的景点吧，我觉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去的地方其实都是算是 LA 比较知名的一些观光景点，就是观光客会去拜访的地方，所以没有很多人在那边的现象其实是蛮正常，因为毕竟现在疫情这么的严重。那这次的封城呢，其实是到5月15号那一天。那很多人都会说5月15号这天其实蛮让人家期待又怕受伤害的，因为其实可能5月15号一解封，大家可能就会。你知道太兴奋了，可能就出去 party 什么的，然后就有案例又开始增加，那导致又要再封城一次了。又或者是说5月15号那天，美国政府又像往常一样，常常给人民一些惊喜，就可能又再一次宣布说，哎，我们封城要往后延，要再延到一个期，这是时间。那很多人一定会很不爽，上街抗议。导致这边又会陷入一个很可怕的状态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就是看着办吧，就是静观其变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也可以帮我留言，跟我分享一下你在疫情期间的一些经验。那 OK， 今天就这样。All right, I'll see you next video. Bye bye.What's up?